大家好，今天我做了糖酥饼，跟我一起来做吧。一碗面粉中加适量酵母、适量白糖、少许的食用油，用温水和面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醒发20分钟。再和一个油面团，切分成等份的面剂，把水面团揉面盆器搓成长条，分成面剂，擀成薄饼，再包裹上油面团，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，再擀成薄饼，像视频中这样对折起来，再次擀开，从一头向另一头卷起来，再从中间切开。接下来再调一个糖馅，一勺白面，一勺芝麻，三勺糖，搅拌均匀。开口朝下，按出一个小窝，放上糖馅，收拢即口，擀成薄饼。平底锅预热，刷油，放上饼皮，烙至上色，翻烙另一面，烙至两面金黄熟透出锅，味酥里软，酥得掉渣的那种。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点个小爱心再走呗，感谢支持。